泡芙的成长日记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下泡芙喵生的各种第一次。第一次尝试爬楼梯，小心翼翼，手脚并用。第一次照镜子，尾巴都吓炸毛了。第一次戴伊丽莎白圈，头都抬不起来。第一次玩球球，学会了叼着走。第一次穿卫衣，有了这张头像。第一次刷抖音，小爪子挺灵活。第一次热成了狗，空调房的矫情鬼哦。第一次看到下雨天，眼睛里充满了好奇。第一次挂着晒太阳，像个假猫猫。第一次回老家探亲，见到了亲妈。第一次看球赛，超认真盯着，还拍了照。第一次和安生相亲，场面几乎失控。第一次见到雪，还堆了小雪人。第一次直播和安生情侣装同框，收到了大家满满的祝福，开心吗，我的小可爱？